行了，下放，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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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控制去啊，输了啊，过来，回到你刚才位置，快点宝贝，加油啊，把盘侧起来，拉就带起来，把两个脚并上，放松放松手，来放松手啊，并着，好，现在是这一点在大腰上是错的，知道没？好，我们胸腰往下走，这样子才对，知道没？搂住老师，抱住老师，对，来胸腰往下走，找一下胸腰的感觉，肩的感觉，不然下来抓不到腿了吧？好，胸腰往下推，好，还不够，再往下走，老师辅助你，掉头，掉头。好，这一块胸腰往下推，找地面，把老师拉下去，抓住老师，把老师拉下去，拉下去，对，拉，很好，来，控制啊，很好，并脚，用大腰还是多一点点，好的啊，来，顶住，叠手，上叠手，叠住，头，顶住，抓住啊，抓住手，抓住手，十指伸好，叠住，来，并脚，并脚，好，来，手，胸腰。往下推，两个脚并在一起。干什么？你们这里看，啊，掉头，掉头，并脚，走。行动大要多了，好不好？好，来，放，控制，控，控，下，去，压了吧，快点。吸，吐，吸，胸腰往下走，好，来，往左，并脚，并脚，然后控制，控，控，控，去，还可以，找完甩啊。起，招甩，用力，好，你这是什么啊？啊，在我那里边肩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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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两，起，甩，快点啊！再下来抓下脚。来，板凳请下，来直接走，宝贝。板凳请下，板凳请下，开了吧啊，贝贝走，走，绷脚啊，脚背，稳住啊，收紧膝盖，脚背，等一下，宝贝不着急，背手站好，干什么？养成个习惯。Thank you.
推嘻哈照。OK OK。就不啊，五两七走，八六七，往前，好，鼓掌，最后这样啊，踩住宝贝，七，还可以，收到走，五两七走，推上去，不要太压，鼓掌宝贝，小肩，小肩，你卷头怎样？把胸口解开，刚才不是刚练吗？先伸伸，跳。你包包不要吃，立脚尖，哎，立住，没错啊，立了啊，走，立，漂亮，不能手不能踩啊，伸直脚，不能蹲，伸直直，很好，走，练好之后有以前练好啊，不踩脚啊，细啊力啊，走，卷头卷，撑，对，走，五两七走。我在，不要怕，哎，可以，还好，拳头可以啊。现手太快了，卷完去，知道吗？起来太快了，还要再卷，卷到极限，再起手，无聊，知道吗？这手啊，卷到极限，极限去，明白没啊？不要提前拿手。你要是做不成功的话，你就出去跑十圈啊，对不对？你手干嘛呀？五两七走，我在，宝宝站着坐，打过去，我又痛，是这。招来了，哎，新个拉子，宝宝带一个，怕啊！新个拉子不要怕，不带。五两七走，伸直，往这边走，就过去了呀。是不是？红脚啊，好一点点，贝贝还在立，还在立啊。谢谢这拉直，走，准备膝盖，很好，还可以。伸，走，再卷开啊，再卷开啊，再卷，哎，这个对啦。对，你们千万不能怕肩膀训练痛，就是练肩膀训练好，你们要练技巧练肩膀。如果说你们怕痛不卷的话，就错了，脚下有点错，知道没？一定要卷开，像小叶那样卷起来哈，撑完去，撑有感觉着。你在空中画，直接一拍拉过去，五，哎，去了，送过去，这个好，
回来呀，出车。坐也是啊，不要怕，走，我送过去，不要怕。还是有点。好，你先把中段推上去，你不一来一动它，先把中段推到最高，这里是垂直啊，再往这边卷，明白没啊？你一来在这里开腰了。没做过背背，你看无脸去的，意思是说啊，无脸去的。好，这里先撑高，不能在这里开腰，撑高再卷，不过，明白了没啊？准备，哎，再来呀，快点，速度。小背膝盖啊，很好，可以过了啊，算。收紧点了，好吧，卷啊，卷啊，卷，老这样子，理解了没？啊，卷，不要放松了，哎，再告诉你，啊，无了气了，送上去，把动作送最高，无了气了，动作送上去，知道没？卷头，无了气了，过，放上去，好，停止。多少掌握了气道推上去宝贝接着吗啊握了气道推上去我不定走兄弟还可以速度快了啊领先快点快去拉伸啊快跟紧一点准备继续左脚握了气道快右宝宝卷头不要抬头啊走对，速度很好，快，五六七招，左脚没伸直，五六七招，收紧身体啊，好，看看，收紧准备，五六七招，好，对，五六七招，五六，对，五六七招，好，看见吗？来，来，起刀，卷过头，知道没？再起，记住了吗？我要把头抬起来。好，可以，准备好啊！今天送过去找我们的其他伙伴，找到妹子，弓脚，弓脚，我前走，我前走，把你力量往上推，走 ，go go go go， 开了腿，又又合腿，又合脚起来。不要走，五六七八，抬，宝宝抬腰了，你看，这是抬腰啊，先推上去，你打倒立，五六七八，倒立，五脚，不上走，准备绷紧，收紧，再看，今晚推高宝贝，今晚推高，不要抬腰，上走，这边收紧，跟肩用力，上走，夹紧，啊，找这个感觉，明白没？好，再开脚，是这样子做，顺过去。教你做，明白了没啊？啊，漂亮，有质感啊，很好，走，哎，左脚去往后吗？走，出去，膝盖，哎，很好，两去走，绑绑卷头，哎，对了，可以，走，迈走。撑撑，准备，哎，漂亮，进步了，准备。有，在空中晃，来，前进。加油，自信点。手动脚啊，好，推上去，好。再推，卷头，肩膀的侧，而且，我有去到上。送上去往这里走，知道没？往这边走，五六七走，这边走，这边走，绷脚，哎，不挺好的吗？自信点嘛，是不是？多来一个，五六七走，开腿，这个对啦，这个好，明白了，终于做对了，宝贝啊，很棒，收紧，希望主播可以点点左上角关注一下啊。有任何基本功问题都可以私信曹老师，收紧脚背，宝贝啊！因为这个的话，因为这个技巧有点累，好，我们俩去做。
之前老师穿了吴老师太帅了，你们发不好啊？啊？老师送我一小花，对吧？我都六年没有赚多少钱了，我不要记得。不用换换换，换回来啊！都换我收紧，都断手脚，不然我会气到。收紧，紧，收紧。哎，这个好，是吧？越放松越摔跤，知道没？哎，自信点啊！你自信点了，捏，动，不要激动，走他，怕什么？分开腿吧，嘿，知道没？你要收紧点就可以了。哎，输了。喂，哎呀，往里面踩太多，再来一个，往里面踩太多了。真的，不能往里面管，知道呀？往外送一点，从前知道，现在去。好，兄弟。再收紧。脚背，膝盖拧巴，收紧，别烧。你做好了吗？收紧。哎，你不用走。走，两起走。收紧脚背，膝盖，很好。五，两起走。哎，都蹲了。可以。啊。谁泄气？很泄气啊！不能泄气的工作，不受伤了。来，扎来。嗯。来。走，来，记住，收紧。真棒，给你一个棒棒糖，来拔一根给你。嗯。我们俩记住，不要谁表现好，给你一个棒棒糖。我们俩记住。你看又懂，再来一次，相信，相信，来，你知道为什么真的想什么吗？哦，你右脚在这里停住，一拍两下吧，好，不要紧张，不要怕，我往这边走，握着气走就可以了，知道？好，你干啥？来，保护你啊，右脚一拍到位，对的啊，跟对，是不是？都分段啊，来，大家给出自信。大家不要怕，很久宝贝啊，很好，只要是中段送高就可以了，宝贝。你现在身体有送起来，身体送起来，好不好？对啦，很棒，不要怕啊，来，臀脚不要歪，胯不要歪，手伸好，跳起来，哎，可以啊，来，大家喝一口水，五秒钟啊，五，四。大家稍微等一下啊，小朋友，喝水休息一下。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左上角关注一下，家人们把赞点起来啊，谢谢大家。快点啦，开始啦！还在外面聊天啊，哪那么多时间？快点！一下子涨得好快呀、啊！现在都5000去了，刚才2000，下刚才2000，脚背没压住。你们不要聊天啊！放下老师好不好？好。老师，你手机没电了。连拖。进。老师，你去跟人家打 PK 吧。哈你什么都懂的。老师，万一你输，万一你输的话，你就。你输的话就表演一个心理，对。上次我说你漏奖，耳朵还没好。3、2、1，来啦，开始，先打一轮侧空，快点。走，同脚，
漂亮啊，绑脚啊，不绑脚的话老师就抬下手啊，来，来抓起来，来高，嗯，漂亮，很棒啊，走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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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退一点，宝贝，走，不敢先下手，没有事，宝贝，不要给自己心理压力那么大，走，你讲，先打啊，没有事，小心一点啊，不要把老师这个摄像机撞飞了，呸，脚背没绷，干嘛，宝贝，不敢先下手啊，中段收紧。嗯，拉高，漂亮啊，红脚，你打下手，往后退一点。打不好来领啊，领奖励棍子啊，红脚尖，不怕死，红脚头不要轻松，中道收紧，宝贝，很好，嗯，很好，拉高，准备啊，准备啊，准备啊，拉高，嗯，很好，准备。所有人起放起标准点，然后上方手架好，起夹耳朵，我要什么鸡爪手都有，走，这是什么宝贝？哎，捏我捏我是吧？手伸这捏捏这个丑老贝捏了是吧？然后上方手指根用力推，对，哇，扶的去找，哎，空中姿态很漂亮啊，很棒啊，对，然后推宝贝，你先打下手，你先打，你们几个先。多打多练，还不习惯那种感觉，走，犹豫，下手，下手啊，犹豫啊，快点，啊，过来，走，收紧，嗯，站稳啊，走，先打下手，速度拉快点，好吧，空中姿态没有，是这样子的，啊，你在这个望远镜是吧？这空中为什么这样子的呀？看一下草草抱在哪里，嗯，然后是啊，指根用力推，展开了，肩膀下沉，嗯。我最漂亮，我最自信，哎，可以了，走，收起，漂亮，哎，很棒啊，棍，奖励无影呢，小黑，拉高啊、哦，五点七走，回去，快点，你这会手五连对吗？这动作是这样子的，走，空中姿态多漂亮，指根用力推撑开。你练习了吗？啊，无聊去找，走，还没伸直啊，宝宝，走，别压手，手伸直，漂亮，哇，轻轻，手伸直，进步啦，迈走，手伸直，漂亮，伸直，哇，我服你 ，Go Go， 你们看相信了，空中姿态是最漂亮的，好的，过了啊。怎么手啊？怎么这样子准备？耶！哎，对吧？用力。